那么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叫做咱台湾主权地位的探讨。那么首先我要介绍讲，我这资料为倒位来，哦，大部分是拢咱秘书长林志升所出的册，美国军事占领下的台湾，哦，第二个台美关系关键报告，第三台湾最终地位第一册、第二册，啊，再来新台湾论。啊，这个新台湾论，那上过高级班哦，咱只同心，那有买这本等于看，我拢甲讲这本等于讲台湾主权地位的一本圣经，大部分的台湾的问题，拢会当直接找到答案哈、哦。我过去伫民进党，也是台一个建国党，我加入这两个政党，足多问题我都。得到答案嘛，拢伫遮得到哈。过来网站，咱有台湾民政府官网啦哈，啊加台湾海外网，加自由电子报哦，遮诶找一寡资料来对比啦哈。那么当然，咱台湾人许国民党教遮久啊，你若不来上遮课，你袂了解台湾的地位哈。好、哦，啊，你会。对一寡法律的真相不了解吼，啊，那么咱啊上了，咱就一个等于加入咱这个台湾民政委团队，咱做下来为台湾来打拼吼。好，那么首先我来介绍讲，啊，我是安怎加入台湾民政委？啊，先我去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高屏地区的马卡道族。啊，那初级班上过应该拢知影吼、哦。我姓潘，住伫水边的番，吼、哦。啊，这个以前我高中的时，教官就叫我要入国民党，我无爱。做兵，我做宪兵，部队长嘛叫我要入国民党，我无爱。因为我对这个国民党有真大疑问。因为我感觉讲，他系因中国人，我迄阵拢讲外省的，那好康个开始拢因外省人在提，啊主管拢中国人，啊副主管就台湾人安尼，台湾要做正个拢真困难。啊，阮爸爸咧布条啊，吼、哦，种出来稻米，爱拍架打打，搞农会，啊下做米，啊互因遐中国人，互遐。所以因讲走路兵咧食，啊，阮家己种米，种米无啥米好食，阮拢全食番薯签。吼、哦，啊，所以我初班、初级班有咧讲啊，雷公拢讲，唔是诶，讲台湾人，以前拢讲雷公讲歹人，结果我发现讲唔对，阮爸爸妈妈透风落雨，雷公变变叫嘛爱去巡山水，吼、哦，啊，所以。上一代台湾人介侪许雷公公事，按中国人难民伫眷村咧，那落雨，但雷公因咧包水饺咧拍麻雀，吼、哦。啊，所以我对国民党有足大个问号，所以我拢不爱加入。一直我到我退伍，有看到迄杂志叫《美丽岛》杂志无？吼、哦，哎，啊买无几期，啊迄一年就。中美断交啊！好、哦，你1978年，你好、哦，你这个红家要断交，好、哦、啊，天机算计，啊，发生美丽岛事件，好、哦，所以我今美丽岛杂志我要有两本，我要留起来做纪念。尤其我去到日本了，迄阵我调工讲，我要来国外看讲，伊拢讲。中华民国是战胜国，啊，咱日本国去予打败，那么咱的日本母国经营安怎？我一日去到日本东京，哦，进步遐济，堪咱的台北市，哦，赢咱几啊十年安尼。啊，所以讲我求证讲无毋对，国民党甲我骗，啊，所以民进党就是成立，吼、哦，迄阵我就马上甲加入。我囡仔迄阵拄啊生出来无几个月，
啊，我朋友拢搞骂，看你咧笑，你安装某件要嫁人去，但你又放在关。但是我都足不服的，讲我一定要加入这个政党，靠政党团体的力量，要来引导国民党安尼。我就加入去，我徐明德甲柯信荣咧做党主席，煞糟践伊。徐明德讲要金马撤军有无？讲要跟人啉好一个咖啡。我想啊，咱二八三万几个，吼、哦，台湾的精英。叫国民党有计划甲咱屠杀，啊！伊无甲咱回击嘞，嘛无甲咱赔偿，伊即马用台湾人的钱，或者补偿。补偿是讲你无，伊无做唔对，吼、哦！啊，是讲你的亲人都死，啊，甲你补偿。啊，若赔偿就是讲你有做唔对，啊，你爱摕你家己钱出来赔，唔卡赔偿。安尼，伊起面就。用伊个热脸要替国民党的两屁股，这我看袂落。啊，柯信荣讲要大胆西进，哦，要去中国投资，甲咱台湾的资金、人才、技术，拢要去遐个斗相共，吼、哦。啊，所以这两个党主席，我足失望，所以我着算慢慢离开民进党，无咧参加伊个活动。啊，无偌久煞发生。有一个政党去成立，叫做建国党。哦，啊，佫是迄阵的台大病院的教授李正言教授领军。吼、哦，啊，这个较早废除刑法一百条，这个的领导者，这个声望真好。啊，伊所组成的团队拢总是师资辈，拢教授、教师、吼、哦、律师、医师、工程师，拢师资辈，水准足高。哦，这我当然来加入嘛，吼，所以我呢赶紧加入了，因为伊目标明确，就是建国党，不，啊，这台独就是要建国嘛，啊，独立建国，伊头前拢无去加啥，就足金钱扼要，简单明了，建国党，啊，这无加入会艰苦嘞，吼，所以我就随加入了，我，啊，这声势真好。都开始足好哟，但是民进党出一招，就甲舞倒。其实，这师资辈吼，拢较贤也笨的，要叫伊行街头较无法度，要叫伊讲论述、写论述、写文章足够的，这拢较属书生级的嘛。民进党袂晓好啊把握，把他拱在上面，让伊去专门研究政策、论述。啊！民进党专门来行街头来演国民党，吼、哦，一个文一个武来配合唔错。结果民进党用一千个人头党员去甲加入，去甲质变、定选干部，规个建国党准许架空哩。所以差不多两年了，建国党就一直销声匿迹。啊、哦，我说。有魂无体，唔代表挖对，所以我就戆戆去做我的工课，吼、哦，会使讲不插细事安尼。啊，多一届，我逐工拢爱去高雄市开车去屏东，吼、哦，我农场上班。啊，高雄迄阵2006年拄仔咧做捷运，中正地下道咧挖捷运的迄个崩坑，挖一个煞要崩去。有流沙，煞崩去。啊，阮煞迄个地下道阵封起，我阵爱走顶悬。啊，一天我去甲阮爸爸摕药啊，伊个慢迁吼，高血压药啊。啊，你看报纸还是？哎，看到一个广告，顶悬有一支即款机啊。啊、我去不在意，啊有看讲，也有讲广播电台咧广播啦，讲对来要演讲，啊，即我看讲，好，那有闲开来听，啊，即迄个地下道放的，我怎开电源，我看了，哎、欸，伫迄个中正路、江湖路角啊，
有才十几支机啊伫搭，讲哦，啊这是美国的直销总公司来台湾开分公司，我迄阵是安尼想啊。啊，即马开一个对照着迄个广告吼，我电伊有些频道讲咱秘书长咧演讲，毋是咧主持节目，我开了咧，哎，即堪咧讲日军的迄个味道，我听了阁会吓呢。啊，迄礼拜拜六暗时啊。伫武庙的黄昏市场广场要演讲，我着定去听。一个去拢分即款设计机啊，啊，咱秘书长压轴，一个去咧讲，好，迄个气势拄啊像两千年。陈水扁咧选流亡中华民国总统，好，迄个气势，伊迄个爆发力，甲迄个自信，哦，我听甲如痴如醉。迄工机啊一架，手拢要断去拢。为迄天，我整个政治热忱搁起来，烧到三十九度，到今还袂退休。哎，安尼八年外，感谢。所以我唔盲讲，恁来遮上初级班、甲高级班，恁同款，我有这个热忱。吼，卖讲三十九度半，无嘛加半度，吼。啊，嘛免像我笑啦，我笑八年外。啊，那么讲你个正题吼，咱来过来复习一下台湾主权地位现况啦吼。既然是依照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号吼，蒋介石部队代表盟军来受降来占领台湾，吼，那么。这个是法理哈，依照法理来啊，这个命令哈，蒋介石部队内底代表盟军入来台湾，把日本军的咱日本皇军的武器收起哈，啊来代替美国来占领台湾哈。但是1949年的年底，中华民国因国共内战，兵败如山倒哈，啊大败退。迄个来，这个是武装难民非法入侵台澎。哦，你去，那修建一定会产生难民，但是迄难民大部分拢是无武装的，伊若要走去隔壁国家，互保护，那武器拢伫边界拢缴械啊，吼。但是这些人吼，这些武装的难民，为中国走来，国民党带来，吼，国民党军，伊拢讲党军呐，吼，拢讲国民党军，唔是国家的军队，是党军。因排刀排枪吼，安尼走来，哦，飞行机嘛派过来，嘛飞行机无法度派啦，嘛开过来，吼，船嘛载载过来，吼。啊，你啊看，这个2009年8月2日，叙利亚难民伫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的难民营，这个是联合国 UN 的，就联合国，哦 ，HCR 这个是联合国的难民组织哈，说。难民署哈，因所起的帐篷哈，然后在叙利亚难民的大哈，因大帐篷。但是中国遐国民党军大败退来台湾，因大啥物款呢？全世界最豪华的难民营伫北高两市，来，台北市伫大安森林公园边啊，即建国南北路高架桥，即边是大安森林公园，即起第二届啊，较早是给出来。乌下厝对无？卡条阁顶起大楼好大，起两间，咱台湾人起两间好大。因讲因有战功，因过台湾，因来到台湾了，唔爱阁发生什么战乱嘛。但是咱来起两间好大，吼、哦。啊，我也是大人，阮家的厝爱家己开钱起啊。我迄阵了做囡仔，我会去听阮爸迄阵在讲，一栋梯啊，偌济钱买？迄阵九千几块。阿门头哦，一包敢若60块个款，我印象我听阮爸爸堪要来包厢咧讲话时吼，阮家己厝爱家己起。伊讲因有功劳，哎，阮爸爸敢无功劳？恁遐咧讲咧过海防吼，遐老乌啊，老士官顶遐兵老兵有无？因讲因拢咧过台湾个，伊敢免食饭？
这分工合作嘛，哦，你徛一边，你徛一边，啊，阮是来人布丢啊，互恁食，啊，无阮丢啊，阮的切啊，拢卖交出来，恁无饭好食，三工我看你的卫兵要徛一条未？哦，这应该是讲，那大家要伫这个小岛顶管，大家爱一视同仁，结果咱就爱去两间大楼，去两间厝好大，啊，啊，高雄这国贸，国贸社区啊。边啊，才是翠花路。你看有万坪的大绿地咧，好因算。咱台湾人无遮好命，吼、哦，难民比咱较好命，所以咱比难民还不值，吼、哦。那么咱来看2006年，咱秘书长控美案，吼、哦，啊，这有判定五个啦，吼、哦。那么这因为初级班应该拢上过啊，吼、哦，就调复习一下，吼、哦。好，那么咱来看。有关台湾地位的国际条约、法律宣言，甲伊的位阶来做一个比较。1895年4月10日，下关条约，哈、哦，就是马关条约签订，哈、哦，这是大清帝国跟大日本帝国所签的，这个呢国际条约，哈、哦。过来，1952年4月28日生效的《旧金山和平条约》，啊、哦，这有51个国家签署，48个国家。相当于的国会有通过，吼、哦，这个较侪国家48个国家所签的，吼、哦，这个较，这个上观看嘛，啊、哦，台湾的国际地位以后爱靠这两条国际条约来厘清，啊、哦。第三，台北合约，这个台北合约是伊的母约是旧金山合约，哈、哦，在旧金山合约伫1952年4月28日生效迄天。在美国强烈主导之下，要求日本爱跟中华民国来签一个日华台北合约。哈、哦，但是日华台北合约在1972年9月2日，因为日本跟中华民国断交而失效，所以这个台北合约已经不好啊。哈、哦，过来，1979年1月1日生效的美国台湾关系法。于是1979年4月7日参众议院高票通过，追溯到1月1日，美国台湾关系法。那么这个是国内法，所以为这这两个相关国际条约。啊，当然这样算国际条约，但这伊是旧金山的子约，啊、哦，这位阶较低。那么这个是美国国内法，美国咧定台湾关系法，无含伫因美国国内。定无含咱台湾人参详，哈、哦。过来，中国国民党上爱提这条，1943年10月2日开罗宣言，其实这是一个新闻公报尔，哈、哦，位阶上低，所以因中华民国上爱国民党上爱提这个出来，要压制这国际条约，位阶上低，哪有可能？哈、哦。那么到底新这个开罗宣言有效无？那伫后壁因较诚信的国家的人，吼、哦，因讲话算话，讲出来就遵守。所以你看，开罗宣言了，后壁阁过来1945年，吼、哦，迄阵特别中战的时，有一个，亚尔达，唔是亚尔达。波茨坦宣言，好、哦，迄阵波茨坦宣言讲要依据开罗宣言来实施，哦，就是将来我那要甲台湾甲朋友要向我中华民国的建交，所以伫这个情况，迄阵美国有按怎变来做，但是尾啊，真来变不好，就是1950年6月2日韩战爆发。迄、那个爆发就是毛泽东，哦，用伊个解放军，含这个北韩来入侵南韩，啊，这个两天后，杜鲁门总统随宣布台湾海峡中立化，派第7舰队抵台湾海峡巡逻，好、哦、啊，两个目的，一个就是不爱好蒋介石反攻大陆。另外一个就是嘛，不爱好毛泽东
来攻打台湾，来占领台湾，哈、哦。啊，这是美国的策略，美国是希望讲，伊不爱两面受敌，哈、哦。那咧南北韩无用咧战争，美国要全力拍北韩，无要伫台湾海峡海峡佫发生战乱，安尼两面作战，美国惊较忝，哈、哦。好，咱来分析台湾主权的分析，哈、哦。日本是依照和平宪法第九条第二项的规定而丧失国家的交战权，且不得主动履行防卫台湾之义务。这点真重要哈。所以日本袂使有军队哈，干那一定有自卫队。那么不得主动履行，表示他可以被动履行防卫台湾。好，就是讲。那即马目前美日安保条约有包括台湾甲澎湖，所以周边有事啊、哦、是包括台湾甲澎湖。那么台湾甲澎湖，那阿强甲咱拍，算周边有事。好、哦，美国依照美日安保条约爱来过台湾，爱来防卫台湾、哦、啊。那么对防卫台湾。美日安保条约就美国甲日本两个拢爱做伙来防卫台湾，哈。过来，美日安保条约是日本伫美国同意下得以被动履行哈其国防方面之主权义务，作为防卫台湾之法源依据。所以，咱来遮上法律，这拢是国际法律，啊，这国民党绝对袂甲咱讲。伊包括像马关条约，甲咱甲拢甲咱讲马关条约是毋捌互咱看过内容，包括旧金山合约嘛同款，咱拢甲咱听过旧金山合约，旧金山合约内底写啥讲啥，拢无互咱知影哈。过来，美日安保条约正是日本对台湾尚保有主权义务之具体证据。啊，美日安保体系之周边有事及台湾有事。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日本有事就是美国有事，所以看看自己的啊，台湾哪出问题，美日拢爱做伙来搞。好 ，OK， 好，好，咱所以咱间隔来做一个小结论的、就是，台湾正港的国际地位，日本天皇所属，简称日属，美国军事占领，流亡中华民国代理哈、哦，美国。所以咱讲日属美战是这个哈，来，咱过来讲美军占领台湾的法理依据甲迹象哈，你这我拢有写二十几项啊，初级班我有讲一寡哈。来，咱来讲美国在台协会内湖新馆的意义哈，这新馆占地要两万平哈，开代表台湾六十二亿，你看全世界，美国伫外交外国起大使馆。开上一个钱的，就这个哈。虽然无上大，但是开上一个钱。上大的是迄个伊拉克哈，伊拉克的大使馆。内底建材全部美国进口的吧？啊，因为过去有莫斯科大使馆的事件哈，就是迄阵美国伫莫斯科起大使馆，啊，请当地莫斯科的工人。用当地建材，结果内底建材拢有莫斯科的这个 KGB 哈、哦，唱窃听器哈，甲、哦、监听，所以尾啊，拢讲卡掉换美国规个运建材入去哈，含咱建伫台湾这同款，啊，美国派伊的工人去施工，啊，即个这同款哈，伊即马起要啊，你起中间，伊拢用泡沫甲你盖面，无好你。看到讲伊内底咧起啥，吼、哦，这是伊迄个蓝图啦，吼、哦。那么伊早期九十九年，咱秘书长有讲吼，起好了将来进驻800个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吼、哦，这根本一个新的总督府的架势，吼、哦。你要看讲，看伫台湾所有的大使馆。拢总是租的，外国驻在伫中华民国吼，所谓的台北的领事馆还是大使馆，拢是用租，无人家己开钱落去的，拄啊干那这个，
那么伊根本是一个东亚防卫的通讯电站指挥中心，因为咱乐山雷达基地将来资料拢会链接回家里来，啊，链接去美军太平洋总司令部，哦，加分析，马上指挥讲美军边啊出动伊的部队，哈，来防卫台湾，哈，过来。咱来看防御性公投，阿扁啊，2004年1月16日宣布举行防御性公投，啊，公投的内容首先拢来予美国看过，那么是安怎免予英国、法国啊其他国家看？啊，这表示啥意思？美国是老大哥，他是军事占领台湾的，啊，美国军事政府有这个资格哈。那么是安怎美国不爱予咱公投？我过去捌上过，台湾人2300万人，你甲算300万是纯的中国人，出的2000万人是咱本土台湾人，其中的一半去予国民党用思想教育、育民教育，加加讲，伊讲伊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啊伊活归中国，所以咱若咧总统大选，咱差不多拢输，那一对一的拢差不多会输哈。啊，所以等于清查。万票要对咱1000万票，咱绝对拢输哈。啊，即个阿扁也算较巧，以前美国咧今日今日要用统独公投，哈，啊是台湾要不要独立即款的改变台湾地位，也就讲公投。啊，你即马阿扁也想一个讲，啊，无我来用防御性公投，啊，这对美国来讲，伊找无理由甲反对啊。啊，我要来防御。新的公投，我要甲你做一挂防卫性的武器，啊，敢袂使？美国往那找无理由，所以往那有好办，但是嘛无成功哈。过来，咱来看，台湾有难，美军会来驰援。好，2009年8月7日，莫拉克风灾，迄阵马英九通令各驻外使馆不接受外国救援，伊讲钱来就好，人免来。你看这個人，我爱钱。我是讲，风拢吹遐，无吹我遮来做落来。其实迄阵马英九是有意思要利用即迄个机会要解放军入来，啊，即若伊要入来，要搁甲请出去，请神容易送神难，我着做麻烦。啊，美国嘛毋是空诶。美国有2000几个工作人员伫台湾咧收集情报，所以美国虽出声啊，我来国防部吼，伊虽美方虽跟中华民国这边联络讲，我美国国防部要去救灾，那么恁台湾的救难单位跟我美国的对口是美国国防部，奇怪。美国一般咧救灾，因有一个美国救难总署，哦，这民间组织，哦，那有咧用军公部，啊，公部随派军机甲军舰运送救援物资来台湾救灾，啊，你看，这位琉球加州那空军基地的 C-130大力士型运输机，哦，运上一挂防水，迄个防水胶布来，哦。因为你若无厝，厝拢要挂歹去啊吼，要放去啊，伊爱搭简易的房舍啊，用防水布安尼较袂流。啊，佮即个船顶管即载即超级种马即，或者做那个直升机吊运怪兽山猫鹿头鸡，哇，吊去个纳马夏吼，伊爱救灾。用军方咧救灾，这是破天荒，哦，尤其这是外国的，唔是咱家己的，唔是中华民国迄个空军咯，哈、哦。这会当印证讲，美国仍然是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伊所讲，伊是台湾的主要军事占领全国，伊是主要占领全国，中华民国只是次要占领全国，哈、哦。那么你看，军机敢会当凊彩的？出入他国的领土领空，
去年这个土耳其有一架军机，哦，不小心可能还不能确定，啊，接近叙利亚的领空，就是有叙利亚用防空飞弹给拍下来，啊，这刚才你看军机，哦，有直升机，有这个运输机，这军人这军机算很敏感的事情，哦，所以不可以开玩笑。那么2012年5月20日，迄个波美国军机再次降落台湾，但这个是一个737的这个过改装过的行政专机啦哈。啊，这内底拢在哪？伊派这个美国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罗斯雷林呐，共和党率领美国的国会议员来祝贺马英九连任台湾治理当局的局长的登基大典。做局长而已嘛，台湾治理当局，美国台湾关系法来做讲的，因为伊跟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了，不可以再称中华民国，只能说台湾治理当局，所以伊是咧做马英九是咧做台湾治理当局的局长，而且迄个登基典礼，迄个早10点举办举行，啊因下晡才来，什么意思？你若带新妇。继续请请人客，请中道的，啊，人客暗时啊才来，代表啥意思？无生意嘛。美国真正无生意啊，无透下晡才来。伊登基大典不是早时啊嘛，对不？你讲啊，你都我细汉的，吼、哦，我美国是老大呀。过来，美国撤侨入台湾，自设海关啊。2011年3月，日本核灾。美国3月18日撤侨来台湾，迄阵中国人民共和国上惊死，伊上大声撤侨登因中国，法国嘛撤侨登因欧洲的本土，啊一部分撤去南韩。那么是安那美国撤侨无撤去因的属地、关岛，啊是因的国在一周、夏威夷州，啊来撤回台湾来，啊美军公开再次进到台湾，这内底。真侪是美军的这个，伫日本的遐个家眷哈，啊，你看这个 AIT 的办公人员，因穿因的 AIT 的背景伫遮，自设海关，啊，中华民国海关靠边站，而且代表啥？海关是代表一个国家主权的行使的行为啊，哦，你要来我这个国家，你爱伫恁迄个国家，我派你遐。大使馆啊，领事馆，你还都要搞签证嘛？像咱即摆，咱要为只去美国，咱是毋是以前爱去美国、美国再来协会、美国大使馆申请美签，签过了，你才当把美签甲护照去到美国，也是伫海关可以看哦。你伫台湾有经过阮美国大使馆有签证通过啊？哦 ，OK， 我、哦、你入。迄就是一个国家主权行使的象征嘛。啊，那。中华民国在台湾，他们海关也不能去管美国，表示他是小孩的嘛，他们老大要入来，是他们老大的工作人员在检查，不是他不能只检查他头家了，齁。海关是国家主权的行使的象征，刘洪正海关欲握有，好，你注意，握有非拥有台湾主权之美国。中华民国无权对他的丧失执行管辖权嘛？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执行管辖权是美国授权给伊，啊，美国是头家啊，美国是要来视察，啊，要等于讲我这是美国的，等于讲美国五十个州嘛，啊个一挂属地，但嘛类似伊的属地，敢若讲伫海外一挂别种同款。我要回来台湾这间别庄，我要回来，啊，你这看门狗，敢会当来甲我管？袂使哈。啊，这握有不代表拥有，什么意思？就刚刚讲，咱去 7-Eleven， 咱买物件，灌一罐矿泉水，你握有，但是你还没有拥有，对不对？你还袂付钱啊？
握有不代表拥有。哦、啊，赶快，美国现在跟他握有不拥有台湾主权，因为等于日本台湾当时去打菲律宾，甲麦克阿瑟迄阵底下做总司令，甲打败麦克阿瑟，带着这个菲律宾的总统撤退去到澳洲。啊，咱刚打作战飞机载落来，准敢沉的美军死的，美国大兵死，这战争在咱还袂行，所以台湾甲朋友等于抵押，所有观众抵押伫个手里，他握有。但是所有观众电管的名，也个是本田龙的名，无贵号嘛，所以抵押在美国手上，他握有不代表拥有台湾主权哈。那么美国这个主人随时要回来，看门狗中华民国无权审查主人嘛，对不对？咱若回来到咱家，咱是毋是锁匙夹咧？咱大门开着就要入去，咁就去问咱底下过。甲恁过门口，狗仔讲：“哥哥，我要入去，敢会使？”免嘛，中华民国就看门过，你替美国咧过台湾甲平哦。啊，你来看，2011年10月2号，美国的空中加油机，好 KC-135 降落台湾松山空军基地。迄阵媒体伊问 AIT 的官讲。啊！恁使即只无人机来遮要创啥？遐底个官员甲讲啦，啊，阮内底一个官员咧，生个囡仔用红眼仔判病，阮要用即只无人机甲载去日本医，啊，恁敢恁要相信无？伊只无人机偌大只呢？即差不多。747吼，可能爱三只安尼，因为伊只翕个角度啦，无迄是足长、足肥、足大只咧，你拢底又阁重重快快。啊，伊讲，敢若讲咱今仔囡仔红影咧艰苦吼，咱若小轿车会得咱载，讲着阁请一只游览巴士来载这个红影两眼同款。啊，阁爱载到日本，诶，咱台湾的医术，诶，咱哪算全世界排头名的呢，排头前的呢？囡仔，咱无法度治吗？呆呆病院，严重敢无法度？无可能嘛！其实这有内幕，伊就是要来用这只油底甲甜甜，要来试松山机场的跑道有够用无？会堪得？安尼转看卖，看会憋入袂？而且一般飞行机要降落，爱逆风，阻力较大，安尼。不用拖箱就停了，伊调工顺风降落，要试看我伫再上当会当偌远较挡会牢，伊要这个参数，就是将来若台湾发生事件，啊，叫我要拍美国的重机械的战车啦，还是啥物大炮，要用这大型的像头拄个大力士型的运输机要入来时，这个跑道会砍得袂，伊咧试挡会牢袂啊！即卖伊要起飞，咱嘛是照讲爱逆风较紧，跑道较低就飞去了。伊嘛是调讲顺风，调讲要如何伫上歹环境要飞看下去啊，飞去。伊是要爱掠只参数啦，唔是讲真正要载迄个红影啊！哈。好，那么台湾关系法第二条，美之六甲伊个 C 有规定，维持美国个能力啊，爱 power 哈。以抵抗任何数字武力或使用其他高压手段而危及台湾人民安全和社会经济制度的行动，这是美国要保护台湾的美军赴台的法律依据，就是这条。台湾关系法不是只保护到台湾人而已，也保护到中国人。因为台湾关系法顶面所用的用词是 people on Taiwan， 只要你住伫台湾这块土地顶面的人，拢受到美军保护。所以咱必须这样讲，咱来登一个旧金山合约，旧金山合约是干呐保护咱本土台湾人，就无保护到中华民国应该那个大陆兵哈。
这是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的权利甲义务，吼、哦，伊一定爱保护咱台湾人，包括这块土地、领土，吼、哦，袂使有阿强来替伊，吼、哦。迄是袂予台湾治理当局，啊，迄等于美国咧甲中华民国抽税金，啊，中华民国是伊美国是用模糊政策，对美国上有利的，就是用台湾关系法来。控制台湾，包括控制中华民国。啊，戆台湾人，中华民国提钱去甲买，等于交保护费。但中华民国甲咱台湾人抽税金，所以台湾人上衰啦。我常咧讲的，秘书长都嘛讲啊，咱是美国第一岛链，为南韩、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一直到这个澳洲，这个第一岛链，咱算前线，台湾算。美国的前线，美国本土，哦，离咱48000公里。啊，咱台湾人，戆推干怎？去做中华民国兵，咧替美国过大门，遮顶个大门嘛，前线嘛。台湾人纳税金去买武器，台湾人爱去给你炸便当来过美国的大门，啊，咱台湾人空干嘛？是不是？啊、所以，咱来遮靠等下这些真相，无咱过去咱拢唔知影。哦，叫咱去这边，咱就讲讲，我跟咱讲，当兵是哦国民的光荣的义务。哦，啊，所以以前蔡东诶，刚、欸、蔡东龙因咧发什么路易特，要加做一年，讲要背一年有无？唔是，你若做两年就背两年，做三年比两年加一年，就是爱背三年啊。唔是路易特，唔是干那要退一年啊？农民呢，装退回来，好、哦，拢爱退啊，拢爱退啊！我做两年，我退两年，咱要做三年，你就去退三年，会遐赔啊！咱比占领遮不应该做兵。你甲想啦，1945年4月7日，尼米兹上将率领伊航空母舰战斗群去甲琉球攻打落来，敢有叫琉球当地人来做入美军？无啊，因为遐。敌对的嘛，你叫来做美军，你发美式装备给伊，都甲你提美式装备甲你拍。同款2003年，美国英美联军去拍伊拉克，哦，三个无三个月就甲伊拉克的部队拍败，海山走避开。美国刚好底下设美国第51州伊拉克州无，开几啊千个要那规个账真正的账面哦，甲要一条美金嘞。就设置判伊，无人机也是伊家己物件，嘛是用拍着的。死美军遐侪人，竟然无法度开遐侪钱，无法度建立一个伊拉克州，嘛要撤军，即嘛拢撤了了啊。过来，无法度做一周，啊开遐侪钱，啊你个想，这是咧创啥？咧拍民主诶，因为国际战略法规定。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你不可能把伊拉克变作一州，啊，你也无可能讲叫伊拉克来做你美军，嘛无啊，同款嘛。啊，伊来占领台湾，伊就是借一个小鬼仔壳，把咱地在咱头壳顶管，叫中华民国来把咱管。啊，中华民国甲伊用，咱是同文同种，好不好？哦，啊，甲咱讲，台湾已经回归祖国的怀抱。啊！咱迄阵拄啊拢拄啊战败，足米手诶！哇、哦！8月15日，日本天皇拄啊宣布投降，足惊吓！啊！中国军来，咱毋知安怎，叫过来伊甲你宣布，从今天起，我们都回归祖国的怀抱。啊！中华民国是战胜国，啊！咱日本国是战败。哦，咱是战胜国，大家拢嘛跳过来，啥物要战败？大家嘛要来走过来战胜国，这是台湾人短视近利，无骨气。足多人安尼，国民党来开始，伊原来照卡在日本都来管台湾，台湾人爱钱惊死愿做官，甲你抬嘛，抬28事件抬了，咬人抬了了啊，无人领导啊，过来用钱，先用纸印钞票，你有诶物件啥物话拢甲你换，换了了，咱会当卖拢要换掉，换到足多啊，咱兜钱足多啊。我伊讲，啊来，我4万换一块，
我咱个偷偷等个，咱就总都没有啊。你无钱无人才，要安怎抗暴？台湾人就安尼无力啊！吼、哦。来，过来，咱来看1996年台海危机啊、哦。美国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谁来接护台湾？啊，即阵来发生这个代志，就是迄阵李登辉跟彭明敏在选第一届人民直选啊、哦，一人一票，迄阵免经过国大代表代表。迄个李登辉咧讲两国论，好吧？一边一国，嘿，啊，就两国论。阿强啊，起批评，啊，就伫吉隆港外海画一个禁制区，吉隆港外海画一个禁制区。伊演习的时间，船舰无人机拢袂当位遐经过，那过伊有可能拍到，哈、哦。啊，这对咱台湾影响真大。因为咱是一个海岛国家，咱是靠外销，而且咱家己的粮食自给率迄阵差不多32%到34%，吼，那丰收是34%，啊，那较欠收32%，表示啥？咱32%的粮食无够，爱为国外进口啊，大豆、玉米、杂粮，这拢爱进口，好、哦，包括肉类。那么伊甲咱丰收。咱家己的战备粮差不多半年，啊，即哪敢咱丰收半年，咱的战备粮食了啊变怎？咱说本来一天食三顿，啊，咱战备粮三分之一，咱拄啊一天剩下当食一顿尔。啊，若无通去食，台湾人话就内乱啦，有咧抢粮食话就内战啦，家己内底就乱起来。吼、哦，咱有国民党甲咱教60几年，咱已经无像较早日本时代吼、哦，日本人甲咱教安尼遐好，因为。日本的311地震的时候，灾区人民人政府来咧发物件，啊是社会咧面咧卖物件，叫排队，人排到好些好些，别插队，好。那么在安尼情况下，伊发射飞弹伫吉隆外海甲高雄外海时，美国无经过咱要求，克林顿总统伊就依据《台湾关系法》。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来过台湾，而且开钱嘛，我这开足侪钱啊！迄款航空母舰战斗群出动就是顶管有无人机、啊预警机、甲战斗机咧保护，下骹嘛有潜水艇，周边有那个护卫舰，啊甲补给舰拢在对咧，啊这些唔是来遮远足呢，啊唔是来佚佗的呢，唔是讲要那个。华人外海看海豚呢，对不？啊，拢咱唔免甲要求，伊主动，克林顿就爱派来接护台湾，伊惊万一擦枪走火。美国若出只航空母舰出来，甲你警告；若出两只，就是按正白白拍来，无要紧，看上拳头要较大粒，试看卖。阿强啊，解放军甲你惊着呢，哎，我哪会创安尼？伊无想到讲美国会出两只航空母舰，才拢传出来，所以美国。所以迄届予解放军足大个震撼。伊知影讲，伊输美国输足济，因为91年的破案战争迄届，美国敢若像咧出动手术刀行动安尼吼，瞄甲足精准个。伊迄个117个即隐形战斗轰炸机，拢先甲伊拉克伊个迄个防炮部队吼、飞弹基地雷达站拢炸破个了，卡入去。继续搞轰炸，迄款的行动，予解放军就惊着。到96年，佮美国派这两架航空母舰战斗机时，会知影讲，伊解放军也无急起直追，输美国输忝忝吼。好，啊，这是美国96年台海危机，两架航空母舰战斗机赛过这个航机啦吼。格来咱来看，美国根本就是中间人哈。台湾当局总统，不论是两蒋还是李登辉阿扁阿妈，都要看美国的脸色。美国对台湾当局说三道四，什么都美国说了才算。你敢无感觉真奇怪？好像美国特别对台湾有意见，咱拢唔捌看其他国家对台湾会发表啥意。啊，独独美国拢对台湾当局说三道四，而
而且2000年5月20日，迄阵阿扁也第一个选到，阮遮独排吼。迄阵足期望讲啊，当阿扁也即马就职演说，毋知要讲啥，结果伊去甲你讲四部疫苗，啊，这是迄个美国操控指导做出来的一个文章嘛。伫一寡重要谈话吼，较早，比如讲李登辉也好，吼，伊那什么国庆年还是元旦的文告，拢嘛爱送予美国看，同款即同款。若无美国，无可能讲甲你讲即句。因为呐，所谓新就任的总统出来，拢一定讲愿景，我起来要做到偌好，予咱台湾的百姓生活快乐富裕，哦，安居乐业，哦，啊，国家前途一片光明，我一定要好照顾大家人民安尼。我大家祝幸我快乐，拄好跟他一起跟你讲四部疫苗，我无要做这個，无要做那個，无要做那個，啊，无是选你要起来创啥，对不对？啊，哎呀，好，啊，你个上，咱无，咱今物来个看，啊，到底阿扁也讲四部疫苗没有是讲啥？来，第一步宣布台湾独立，啊，咱迄阵阮咧个支持，阮只侵略个就是台独建国嘛。啊、你一个就跟你讲，不宣布台湾独立，过来，两国论不入宪，过来，不仅举行统独公投，第三，不变更国号。啊，中华民国这小鬼啊，甲咱低调，咱拢永远袂用翻身。拄啊，像迄孙悟空，迄个紧箍咒，甲你箍掉嘞，变袂出去，较变伫这如来佛的手掌中，是吧？跳袂出去。你看，不，啊，就是选一个放屁的总统啊！这拢唔做，所以阮这独白听听，大家拢倒向尔。哇，他差遮济！啊，阮欢喜选到一个总统起来，讲伊无要做这個，无要做那個。啊，过来一个没有会统一纲领、国统会的问题，这堪咱的寄望哦，天甲地的差别。过来，委任占领的授权书哈。1979年，美国承认流亡中华民国，但1979年1月7日，美国跟流亡中华民国断交，断交了，就是美国国会关于制定的《台湾关系法》来代替麦克阿瑟一般命令底下，也本质就是代理美国军事占领台湾的授权书。因为断交了，较早迄个一般命令的。所以赶紧来定一个台湾关系法，继续来管控台湾。哈、哦，啊，号称未使阁讲中华民国，讲台湾治理当局。啊、哦，所以伫这个情况，等于美国讲，恁即马伫台湾做台湾治理当局的局长，恁若选到，拢爱我美国白宫派个贺电，甲你承认。你别再去讲中华民国，但是流亡中华民国，这个政府伊嘛是继续咧统治台湾，包括李登辉，包括陈水扁，拢总是流亡中华民国的总统，唔是咱台湾总统哦，吼，台湾无总统，台湾唔是国家，所以台湾袂使选总统，因所选的是中华民国流亡总统，哈，好，来2008年初。U.S.A 政经兵推，吼、哦、阿扁啊邀请马英九参加，迄阵马英九已经选掉，阿扁还袂落任，吼、哦、马英九拒绝，但是 A.I.T 迄阵的处长叫做杨淑丽，看美军官员因做一坐云豹装甲车进入横山指挥所观察，啊、你来想，这个横山指挥所是咱所谓因中华民国最关键的指挥所。啊、这个指挥所会使予外国的军官，你去看。啊，这根本吼、哦，应该某些观察，爱些视察，上级指导单位要来视察啊，对了，对不对？美国是美国台湾主要占领全国，委托中华民国伫遮咧政经兵推，啊，美军军官是来这个指挥所来视察，啊，对了。
无你若毋予英国啊、法国啊、是俄罗斯来看，机密诶，像那美军来当管，啊，伊是上级指导单位，当然伊来视察。过来，迄个美国下令涂销中华民国国徽各式军事武器，来，你看，这电车，哦，这本来这拢有，迄个国有哈，中华民国迄车辆牌国有，还拢浮雕的哈，来依稀可见了哈。啊，这无人机这嘛，赶快依稀可见，啊，直升机这，啊，是安怎会有美国加下令涂掉，就是咱秘书长个过，你美国国务院。跟你讲诶，恐怖组织有三个要件：第一，毋是国家；第二，有武器；第三，伫当地征兵。啊，你来看，宾拉登毋是国家，宾拉登有武器，宾拉登用伊诶伊斯兰教义哦，来处罚一寡因诶迄个回教诶来做伊迄个开打组织诶兵吼、哦，所以宾拉登因是恐怖组织。啊！你甲中华民国脱去，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已经是流亡啊！所以纯政府俩，流亡政府，流亡政府拥有武器，佫是美国买的，哦。啊，台湾人付钱的，有够衰。啊，佫叫咱去做兵，哇！啊，拄下下，中华民国是恐怖组织的，所以咱秘书长甲放掉讲，你若无叫伊甲只国会付掉。比如说比如说叫中华民国车辆啊吼，电车拢要浮掉吼，是安尼来吼。啊，边还要下任前气象飞弹引起美国关切，这2010年吼，这国防新闻哦周刊报的吼。啊，边还要落任前一两个月，把气象一个中程飞弹，随引起美国关切，一个美国国务院官员特别赴台湾国防部查证哈。其实这个台湾拢是台湾治理当局的哈。好，迄阵的国防部长蔡明先讲，美方对台湾气象飞弹关切，一名美国资深的资深的官员，过一礼拜就来到伊的办公室，问伊看有气象飞弹，伊讲有，但是阮是气象还未正式生产。他同时保证，台湾的飞弹只用来防卫，而不是攻击。咱伊个中程飞弹就会当射较远的，等于讲。咱抹一支长矛，抹甲尖尖，做甲长长。伊讲无，我这支摆好看个尔，我无要，敢那防卫无要攻击，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卫嘛。啊，无你做遐长个飞弹射程是要创啥？吼、哦，啊，得爱搁讲保证，吼、哦，爱讲保证，啊，表示中华民国军队是美国个细汉个。受他掌控嘛，啊，需要美国管制军事武器发展的国家有韩国、日本、台湾，啊，你注意啊，这三个加起来多啊，大日本帝国，该出兵哈。好来，啊，管制的内容，咱来看一下。第一，飞弹射程，你看头多啊，啊，边啊咧气球飞弹，中程。飞弹就去迄个美国就来关切哈，同款，南韩嘛同款。以前韩国迄个美国限制伊个飞弹会当射300公里呢。好，一直到去年美国较开放，可以会当做800公里的，但是弹头干来当300公斤。啊，你若做500公里的。飞弹，你就会当载500公斤，哦，较大粒的，迄距离较短；较细粒的，会当互你扛射到800公里，但是会当排300公斤的弹头呢。过来，核武器的研制，这三个所在，拢有能力做核子武器啊，要做唔做呢？啊、哦，包括日本了啊。三一核岛事件了，你才知影讲，原来日本利用伊遐所有核电厂所产生的武器机的布，美国若肯予伊做，开放予伊这样做，做核弹，差不多讲做要差不多1500粒。啊，
这惊死人个济哦，吼！你进美国加俄罗斯，因个核弹拢减个头八千粒，吼、哦！以来，啊，你若一个小小个日本，就会当做千五粒。哦，这对阿强，阿强个镜头有五六百粒尔呢，啊，煞比那许做比阿强较济，哦，阿强爱出个，吼、哦！但是许美国控制掉嘞，吼、哦！过来。暂时的军事指挥权，现在南韩韩美联军平常时美军放外外指挥官在韩国人做，但是南北韩战争爆发的时候就换美军起来做指挥官、哦啊、本来美韩因协商在去年好吗今年就要把这个暂时的作战指挥权交给韩国。啊，刚好去年发生天安舰，哇，一只南韩的这个船莫名其妙有鱼雷啊炸沉呢。南韩佫紧张起，讲慢车慢车，我话你慢车把战争的时阵的指挥权佫交返给我韩国。啊，照讲这是安尼介无民主的代志，你一个。国家的军队家己战争的时候，无要家己指挥，去放予美军指挥。哦，这对韩国军来讲，打击他们士气。但是，因事实认为伊无迄个联合指挥的这个能力个份，哈、哦，所以唔敢接。哦，啊，所以你了哈，这三个国家加起来就是大日本帝国。啊，这三个所在，伊的飞弹射程啊、核武研制啊、暂时军事指挥权，拢伫美国手里，包括台湾咯、哦。中华民国国军所有的国军，有消息听讲是，那万一咱的制海制空权拢要阿强阿退的时，美国要求中华民国部队西部沿海往内撤十公里进空，和美国来处理。你别搞顶大呀！我美军要来轰炸的时吼，因若要阿强要登陆，我来轰炸恁撤退。进空就我较袂误击啊！美国是有即款讲法哈，有即款消息讲出来。万一恁家己收袂掉啊，就我美国来处理恁靠边站啊，较慢只定地啦。哦，好，先阿强啊，拍金门古林头战役会打败仗，这拍唔对哈。以前国共内战。只要哪听到讲共产党的军队要拍来啊，共军要拍来，国民党军就赶紧撤退啊，因为因见战见败，所以因家己拍输吼，佮讲甲敢若拍赢吼，我应该初级我来捌讲个，我军转进神速，转个方向撤退嘛，伊如果唔讲撤退，讲转进神速啊，佮一日千里呢。后壁佫加一句讲：“共军追赶不及。”哦，听起来敢若作呕的。我军转进神速，一日千里，共军追赶不及。啊，台语都四字就解决了，拍输走赢，走到位台湾来。伊讲三十五省，都输甲剩三十五间百货公司输甲剩一间就对啊，走到位一间来，一间佫毋是伊的。这间阁毋是伊个，啊是安来拍赢？即个，这个古林头战役就是蒋介石撤退来台湾了。伊知影讲，较早国共咧内战的部署，阿强拢知影国民党这边毛泽东安插足济尿白啊，吼、哦，间谍伫蒋介石边啊，所以作战策略啥？阿强一般拢随知影，啊，蒋介石伊留日诶，吼、哦，伊去军校去学西马啊，吼，啊，伊知影日本诶强，啊，伊知影迄个东北遐，即、這个有一个将军吼，伊、哦、来台湾了改名，伊其实伊诶名吼，迄阵较号做白团啊，迄团叫做白团，那么。在台湾迄个将军吼，根本无将军呐、啊，伊专门就是
迄阵伫东北咧，跟阿强阿小战，阿拢战尔。所以邀请迄个，包括叫伊找伊的一寡参谋做下来，来到中华民国，穿中华民国军装，改中国名，伊甲改冈村林次改根本博将军改做迄个林本源。阿拢用伊的战略战术。啊，迄个岳飞吼，阿强的指挥官，酷酷。伊是讲，伊过去咧拍国民党军，敢若咧倒顶泥干的，足轻松的。啊，所以伫安尼情况下，伊足轻敌的。伊毋知影讲指挥官已经换人，战略战术拢完全不一样，是日本式的，毋知影。所以万箭齐发，就为金门攻起来，为古林头攻起来。这林本源吼，就是这个根本博将军下令讲。咱小可抵抗一下好啊，就惊啊撤退啊，口袋战术就现起一条，互因拢入来，哎，渔船啊，因咧拢用砧板的渔船啊，迄间简易设备起来了，啊，较早船拢木头的嘛，所以因阁派迄个海军的迄个去个防卫烧掉，啊，遐入来了，换战车还有围。这个战略完全出乎阿强啊，迄个岳飞这个指挥官的估算的对吧？完全拢无共款，所以迄个阿强啊怕输。啊，而且迄个嘛为台湾征调孙立人的部队，台湾军去啊作战，台湾军唔捌拍过败战，所以作勇的，唔惊死。顶到遐中国遐老啊老士官长啊，拢比你内底皮皮抓，足惊阿公啊拍来，是咱台湾军硬手硬拍安尼甲拍败。这是古林头战役，是咱台湾人加日本的军官指挥较歹啊，毋是郝柏村咧讲的。郝柏村迄阵伫遐做连长，就是就根本无将军指挥的啦。即卖咧讲伊好话用，都话用，笑死人，骗咱毋捌吼，啊这真正。台湾人较真唔捌，哦，即你若有一本册叫《白团》，你若上网去买，应该买有，内底佫较详尽的讲法哈。啊是安怎？阿强啊，唔敢拍，其迄落，若照讲阿强若要摕台湾，伊也先拍平湖啊，爱甲平湖拍来做前进基地啊。那会拍古林头、拍金门，那无去拍平湖。因為台灣跟朋友，這是外國的領土啊！你若拍來變國際戰爭啊！金門媽祖是叛離，伊還佫還在是因中國家己的一個領土，因的內戰，毋是國際戰爭。因若拍台灣跟朋友，就變國際戰爭啊！吼，哎，這是國共內戰哈！哦，對啊，只阿強敢若拍，敢若拍金馬，毋敢拍台澎，就是台澎是外國的領土。是日本大日本国的领土嘛，所以袂使拍。而且台湾甲澎湖美军咧占领，你拍台湾甲澎湖等于向美国宣战。伊家有迄个实力，所以迄阵金门咧，无论是八二三炮战，还是古林头战役，美军咧伫台湾海峡咧巡弋，咧做护卫，护卫中华民国海军咧补给金门妈祖。毛泽东下命令，袂使拍美军的军舰，因为怕引起跟美国战，伊无迄个实力跟美国战嘛，哈。你这你若拍台澎，就变国际战争啊，哈，国家甲国家的战争，毋是都毋是内战。被占领区的国防由占领军负责，台湾比虾米人占领，虾米人爱负责，美国爱负责。美国即卖等于讲，日本咱个母国无现金赔美国战争债，吼、哦，美军死个，伊个无人机载落来准啊沉个，咱也袂甲赔，无像琉球已经赔$320,000,000，吼、哦，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根据琉球返还协定，台湾嘛，迄阵个琉球甲迄个尖阁群岛拢已经还予日本呀。台湾这条钱战争债还袂还，底下伫美国手里，等于我讲的手表，我第一顿店得当
顿三个月。这三个月你搞好哦，三个月来，我若有现金，我提伊要赎回来。你莫讲，无你的表迄个阿公阿抢伊，你台湾甲朋友迄个阿公阿占领伊啊，袂使啊。所以美国爱负责搞好哦，占领地区的国防，占领军你爱搞好，搞到咱日本国提现金来甲你赎回去哦，继续搞。所以咱比如像拄我讲的，咱免买武器，咱嘛免做兵，美国你爱搞好，台湾朋友你搞好。好，蒋介石拢穿军装哈，伊重要的庆典会议就职拢穿军装，伊家己知影讲，伊是代理美国军政府来占领台湾。这个1960年6月10日，艾森豪总统访台，蒋中正到松山机场迎接，我穿军装，啊，这蒋刚的元帅穿西装，这个鸡堡的指挥官。这个才是正港的，对不？好来，啊，你捌看蒋经国嘛？蒋中正穿西装无？唔捌嘛吼，足少人看。来，不你看，1949年7月，蒋介石访问菲律宾，跟迄阵的总统基里诺合影，拍年久带你看。离开台湾，伊都唔是将军啊啦。伊算流亡政府的领导者尔，好 ，OK， 好，咱来做一个小结哈。美国是法治国家，一切依法行事哈。美国依法是依因的国会啊所立的法，因那边是讲立法、行政、司法。啊，伫中华民国，伊是行政、立法、司法，不讲行政排第一，立法正。橡皮图章，好、哦，啊，不要卡司法，那美国是国会是国家的权力最高机关，他先立法，来给行政部门总统依这些法，啊，这些议员参众议员是人民选出来的代表，所立的法等于人民授权这个法来给行政部门总统，引来依法行政。做不好，后壁司法单位就追究。哈、哦，咱来了解美国是即款的法治国家。哈、哦，美国总统受国会法院监督，唔敢违法。哦，所以你看，台湾一个有1996年台海危机就发生，美国克林顿总统赶紧爱依照台湾关系法派航空母舰出来，伊若无派出来过台湾，伊就是违法。啊、哦，因为台湾关系法规定。维持美国的能力，爱来保护台湾哈。啊，你有航空母舰，你搁唔派出来过台湾？啊，拿真正好阿强阿爬来哈，啊，台湾就惨嘛哈。啊，克林顿嘛惨啊。国际社会拢了解台湾的正港的地位，都干阿咱台湾人哈，被蒙在鼓里。啊，咱有影，咱作战，咱较早，咱拢咧笑北韩。但你个回想，咱较早，咱戒严38年，迄38年，咱都像即卖。北韩同款，新闻管制，吼、哦，伊背后你知影，伊较报纸甲你闹，啊，拢甲咱骗的较济，吼、哦，比如讲光复节，伊拢甲咱骗的嘛，吼、哦，我来遮询，我都读个秘书长咧加工，1945年4月7日，日本的这个帝国宪法、明治宪法在台湾实施，哦，我去解较想，哇，迄天是咱的行宪纪念日。我发现呢，我阁讲着，大家今麦拢在讲这条。啊，讲10月25日，光复节，甲咱骗，后盖去讲爱改做愚人节。哎，啊，10月1日开始行宪纪念日，哦，10月1日唔是愚人节哈。咱台湾人用蒙在鼓里哈、哦。以上种种迹象证明美国一直在管辖台湾。哈、哦，咱头拄讲的这法理依据啦哈，啊，是头拄遐迹象，你着知影讲，真正是美国。把咱台湾控制掉了、哦、那么美军从未离开台湾，一直在占领中。即现在美军，即卖雷达站、一寡监听站，拢是还阁是美军在掌控，只是因无穿军服，即卖拢穿便服、哦。那么咱来参考各国自治建国模式来做一个探讨、哦、
古巴的建国模式，美国跟西班牙在1998年的四月一个宣战，哦，不好久，不几个就西班牙投降。因在98年的12月10号在巴黎签了一个巴黎合约，西班牙放弃古巴，哦，跟台湾盖港湾，台湾嘛就被放弃哈，割让菲律宾、波多黎各跟关岛，啊，哦，美国协助古巴在1902年的5月20日独立。你要看我们台湾，哦，古巴跟台湾的经济这些比较，都是因为合约被放弃，古巴独立成功，但是台湾地位到现在未定。这是原来古巴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哦，只有殖民地才可以独立。台湾原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不可以独立，哦，因为台湾不是无主的土地，有主人。台湾要独立，你要问两个人，一个有所有权证的人，日本天皇；一个握有所有权证，抵押在美国手里的美国。你这两个头家，你要敢问啊？啊，咱台湾人戆戆的，一声就家己要举手，就敢那讲，阮迄间租一间厝，阮五兄弟迄间租一间厝，哎，住了袂歹呢。啊，不然兄弟来投票讲，啊，这间厝变咱的，咱独立。无这个理嘛，这间厝有主人啊，哈。好，过来看菲律宾建国模式，赶快是美西，因为巴黎合约嘛，从西班牙、美国取得菲律宾，受制于非独之反抗军游击战。台湾有台独，菲律宾嘛有非独，哦，菲律宾的反抗军不只是骚扰美军，去打美军，美军就出部队去甲掠，去甲追击，哎。菲律宾4000几个岛，较大个岛2000几个，啊！你甲拍伊就走迄个岛，你甲捉迄个岛，伊阁走迄个岛。哦，美国安那，大家莫咧笑，迄丛林战啊，足忝个。尾美国甲招讲，啊，你阁我管啦吼，阁我管10年个自治区哈，了我甲菲律宾交还你哈。但即中间有插着一个1941年哈，日军攻陷马尼拉。麦克阿瑟跟菲律宾总统一同撤退去澳洲。麦克阿瑟迄阵底下做菲律宾的总司令啊，所以迄阵为高雄、屏东，那个日本的空军、皇军空军，开到马尼拉去，甲克拉克空军基地遐飞行机甲炸个密密麻麻，取得制空权了，制海权了没有退掉啊？因为你若无制空权，遐军舰无法度保护的情况下，遐军舰连到许日本军空军甲炸歹，吼，所以菲律宾真紧就落入日军的手里。所以麦克阿瑟跟菲律宾的总统一同撤退去澳洲。这对麦克阿瑟来讲，以西点军校高材生毕业的，这是对他来讲最大的耻辱。所以我个人咧怀疑讲，是不是战后，伊是不是甲杜鲁门总统要求讲，叫迄三流的从澳大中华民国来接管台湾，来糟蹋台湾人，报一个残台湾。我是安尼咧想，吼，哦。啊，无奈美国原来迄阵外建台湾的，迄阵较早美国的黑船吼，去日本迄个扩关，迄个佩里将军本来上书予美国总统讲，要来占领台湾。但是迄阵，美国拄啊南北战争吼无偌久，啊，所以无迄个余力通去来处理台湾。无迄阵，迄个佩里将军足有眼光的吼。好，那么1945年九月初日本投降了，伫1947年七月初日，伫美国协助下，予菲律宾独立建国成功。啊，你来看，七月初日嘛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菲律宾建国嘛是七月初四，哈，哦。啊，你注意看，咱台湾民政府去美国，哈，哦，台湾民政府去美国挂牌，哈，哦，2010年嘛是七月初四，哎，这个意涵就很有意思的，哈，哦。再来，咱来看立陶宛建国模式。立陶宛拄啊伫，哦，苏联的迄个西南方呀，哈，哦，伫这个乌克兰。那么建立随后苏联并吞，
但是因为民间议会伫1990年3月10日宣布独立，但迄阵国际社会包括美国拢咧观望，啊，恁是算真啊算假，所以拢也无甲承认。但是迄阵立陶宛的人民抵制苏联军政府所举办的选举，哦，和迄个选举投票率低30%，啊，低30%无到50%都无代表性，所以国际不承认苏联统治立陶宛的合法性。啊，所以伫1991年高尔切拉，啊，因伫联合国啊协助下完成独立，迄阵苏联看大势已去，联合率先承认哈。啊，咱来看立陶宛抵制选举的意义的时候，含咱来比较讲，咱参加目前流亡中华民国政权的选举甲投票的效果。我定下讲，我都敢那，比如咱即个10月2日呐，你若去投票所，你摕中华民国身份证，打入去投票所，去甲领迄个选票，就先代表讲你承认你是中国人，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去你甲领选票，你代你。承认讲你是中国人，去参加因中华民国内底选举，搁伫自由意志之下投出来票。哦，你来看2008年，还是2012年？迄两场你若甲当作统独公投，咱拢输呢。所以无怪美国进前就咧带咧惊，当阿扁也袂使互你统独公投。对咱头家拢无清楚啊，投了温书啊，啊若输伊，看要安怎？所以，咱本土台湾人应该要抵制任何中华民国流亡体制下的各级选举。国民党啊，足厉害！舆论甲你讲，哇，阮也小夸呢，所以恁爱出来斗。国民党恁家拢爱出来斗，那万一那许民进党掉的，啊，咱就爱跳太平洋。啊，民进党这边讲，啊，咱输3%呢，咱甲迄边又拍盘转来，咱就赢。拢予你大家总动员，所以投票率那总统特级的大选，拢超过75%起哩，75%就足有代表性啦。全世界你看，哦，我恁遐侪人投票，75%，遮悬的投票率，啊，佫拢要选统一的马英九，啊，所以人拢认为讲恁中华民国，嘛，恁台湾人要予中华民国通牌的马英九管，啊，以后可能要跟阿强啊统一嘛。现在外国很多都是看这个趋势啊，说是你们台湾人过去选举都差不多输了，哦，好，啊，再来我们来看琉球反叛模式，哦，这就1952年2月2日琉球民政府成立，里面也有行政立法司法，哦，那么在1958年以前都用美巡军票来代替钱币，但是58年以后就用美金了，哦，在1972年反叛之前，琉球人如果要去日本本土要用美国琉球民政府所发的旅行证件，才能离开琉球。那时候琉球等于是日本的境外，它是被占领区，啊，所以琉球人如果要去日本去四大岛做生意，还是要去东京做生意，还是要读书，要去跟美国琉球民政府申请旅行证件，啊，这个，啊，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这个旅行证明书，啊，这样才能等于出国，好，哦。那么将来咱台湾民政府即卖咧从这个，咱即卖旅行证件就是这美国啊，哦，这个美国国土安全部哦所发的 travel document 啊，哦，旅行证件啊，将，哦，来咱是原来咱即卖要签的，就是咧签日本等于美国的护照啊的功能，美国呐含170多个国家。免签呢，咱摕这本去，我来免签，但不一定这色啦吼。今美国还未决定什么色哈，哦 okay。好，啊，那注意，琉球反叛协议是美国跟日本签这个，伫1971年6月17日签订琉球反叛协议，就是交迄个3亿2000万美金了，签这个协定，协定签好依据协定，伫72年5月15日，尼克森政府把琉球包括。钓鱼台拢献予日本哈，啊，这属南洋岛，啊，注意哦，拢无办公投，哦，这是用协定，唔是讲恁欢喜讲要去回归日本投公投，像咱即马只阿扁也讲要独立公投啊啥，一公投就会过啊，无准绳，爱看美国政府甲日本政府
他們要簽協定，根據協定來，不是琉球本地人可以決定琉球的前途，就是日本政府跟尼克森政府。好，那么琉球在美军占领下的指挥结构是怎样？这是已经琉球反乱差不多20年以后解密的资料，琉球跟日本的一些专家在研究，我就说总监管这个阿美利卡合众国政府的美国联邦政府，下卡的国防总总统的国防部，下卡的美国军政府和民政府，因靠资格下命令、下指示来给琉球政府。你注意看，咱这台湾民政府，那这个民来挂号，就将来咱这个民的提调变台湾政府啊。啊，伊下令指示，给琉球政府来管下卡的冲绳的居民。同款，你若这边甲提供，美国下卡的国防部管咱台湾民政府，咱来支持，这个是美国军政府来支持台湾政府的下令甲支持来管咱台澎地区的住民，将来嘛是这个指挥系统，咱六十几年来伫中国国民党的裕民政策教育之下，足侪台湾人。基督教变作，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认同中国，认擦做老爸，所以，咱若两千空白甲十年流亡中华民国大选，甲当作统独公投，结果会变成通牌的台湾，搁去予中国合法并吞。因全世界拢认为讲，恁投出来就是拢要含拢通牌嘛，所以真有可能哈，这是国际法是合法的，因为这是您民主的选择哈，您民主的选择，就可能到时美日很恐很难插手干涉，因为美日安保条约想要干涉，但爱尊重您的国际上您民主选出来结果啊，爱给您尊重，那安尼台湾人将沦入勇士浩劫，这有理由哈，咱等来看，台湾独立建国。爱负什么责任、义务、噶风险？如果你台湾人真正独立，台湾人爱纳税金，台湾人爱去做兵，爱甲你顾台湾啊，嘛爱甲你买武器啊，就去研究武器，伫还袂加入联合国进程，爱致力防止中国武力并吞，其他国家无法理嘛无义务出兵去甲你干涉，你拄啊建国，你还袂去跟人建交，啊无跟人做好朋友是。也无加入联合国，安尼足危险的吼。咱来看邓丽文独立建国这类哈，邓丽文啊，这个红色这个邓丽文，哎边啊，他们感觉有一个罗马国家叫做印度尼西亚，简称印尼。好，那么邓丽文本来在1975年才会里边从葡萄牙独立，成立邓丽文共和国，但在尚未来得及加入联合国，9年后。马上被印尼军入侵并占领。1976年7月，成为印尼的一个省，叫东帝汶省。之后20年间的统独抗争，造成大概10到20万人死亡。过来，1999年8月30号，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全民公投，当年大多数东帝汶人同意从印尼独立建国。在公投后，到同年9月下旬的近一个月间，印尼军杀了约1400人东帝汶，并摧毁了东帝汶大部分国家基础设施，造成至今东帝汶仍然是世界上极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大部分物资要靠外国援助。安尼真惨嘞！你伫阿未赴加入联合国以前，台湾建国成功啊，但是阿未加入，我阿公就随骂过来，吼、哦，阿阵美日安保条约想要来甲你帮忙嘛，讲啊，恁家己的选定嘞。别怕，好像师出无名。恁家己选择，我来尊重恁民主的选择啊！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当然，美国人还佫像较早共和党咧主政吼，因较保守派，拢有防堵共产中国迄款思维，可能因嘛想一套讲变啊来防卫台湾吼。但是咱袂当做没有把握的事情。啊，他都迄款独立的结果，咱敢是咱要爱？应该唔是吧？哦，迄足危险的，所以咱爱稳扎稳打。
咱来上国际法理，咱了解台湾的真正的实况地位，咱较袂去做错误的决定啊。无法再嘛，发台独、发建国、发较爽个。但是，嘛69年呢。那独立这条路呐，行会行，早就成功啊嘛。那咱秘书长过美国，2006年到即嘛，较6年外嘛，吼、哦，八年外，嘿。咱的进度到即嘛，美国是叫咱训练4000名要做接掌政权的人呢，这是有计划咧进行的，吼、哦，特别成功啊呢，吼、哦。你看咱来发身份证，咱过去咱独派嘛，有人咧发护照。发身份证，发到即卖咧，咱消防无听安怎样？好，咱来讲，在美国政府管辖下做一挂比较，一线之隔，以墨西哥州甲墨西哥国做比较，这是新墨西哥州，下骹灰色这是墨西哥国，啊，这就是迄阵美墨战争哈、哦。那么，这个变美国的一个新墨西哥州，好，那么。墨西哥国的人拢一直咧偷渡伊只入去，啥物原因？表示伊有美国军就占领这个所在吼，较好趁食，吼、哦，嘛较民主自由，啊、所以足侪人拢要墨西哥国拢要偷渡入去。啊，好个在台湾也是同款，伊有美国军就占领。那么你来看，跟加拿大这个边界，这基本上不太设防，因为这两个拢是民主国家，生活水平也差不多。我毋捌听到讲加拿大人要偷渡来美国，哦，嘛无听讲美国人要偷渡去加拿大，无啊，因为这水准平悬，拢是民主法治的国家哈、哦。来，红色中国，共产党军占领，解放军占领，这个美军占领，在美军占领下，中华民国代理统治之下，起码还佫有一挂民主自由哈，蒋经国嘛是爱做一挂好美国看哈、啊，所以台湾还算比上不足，啊，来看阿强那边比足好诶。所以你看，中国人，咱20几年前台湾钱真诶用卡吧，中国遐伊为平潭岛偷渡来台湾有无？对吧？所以表示讲，伊有美国军事占领还算不错吼、啊。好个在，毋是伊有苏联，还是解放军占领啊？伊有。共产主义的国家占领咱就惨嘛吼。台湾那伫美国军政府管辖下自治，免税免做兵吼。国防军费是美国爱负责，美国爱甲咱顾好。剩落来咱甲咱剩落来国防军费哦，咱拢免去做兵。诶，咱去做兵这两年是浪费咱的时间，甲咱的趁钱的吼的机会啊。诶，剩落来经费来建设台湾，成为东方瑞士理想家，毋是足够的嘛？那么，咱来看以台湾的名入联，还是以中华民国要重返联合国来做分析？以台湾的名申请入联来，咱先检讨。要加入联合国的资格，是以国家做基本单位。台湾敢是国家？是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是啊，因为国家有认定的标准，吼、哦，要有人口、领土，还有政务，还有外交权。咱这人口，咱拢摕中华民国身份证，你敢台湾？你敢摕台湾国的？唔是啊！啊，台湾国敢有领土？无啊，这地日本天皇的啊，啊，美国握有占领权呐、啊，吼、哦！现在这个政府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伫美国台湾关系法所讲的是台湾治理当局，唔是你台湾国的政府啊！你有23个小国家，伊拢用钱去买啊！啊，差不多4个月前、4、半年前，佮碰见一个柬埔寨，有无？啊，你甲迄个建交公报摕来看，拢是中华民国外交部去跟人签的，唔是你台湾国去跟人签的。所以你台湾唔是国家要安怎加入联合国，你根本资格都无。看起先咱拢有啊。我特比一下咧，敢若一只狗，身躯甲洗洗，你用甲西装穿的，佮他夹的手牵的讲来，我带你来火箭事务所签身份证。有行无？人模人样，哦，有
有耳啊，无目睭，有脚，有手。但是，敢会当去领身份证？你还袂进化做人嘛？啊，咱即嘛还袂进化做一个国家，所以变哪家己两个吼。好，啊，明仔再继续讨论吼。啊，时间到，我今仔先讲到这，明仔继续，多谢各位。